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带住罗根去旅行。好，阿张 Sir， 哇，我哋嚟到依一个山坡，哇，好有活力喎、好有活力，同埋好有日本特色。系，我即系谂起细个睇足球小将嗰啲卢比道叔叔喺上面睇住啲学生踢波，系嗰个状态。但我哋呢个后面咧就一个河啦，有个超靓嘅草地啦，系其他城市好似冇啲咁嘅，即其他国家好似冇啲咁嘅嘢嘅。跟住就好多人喺度，好多学生喺度做运动啦。系，咁我哋停五秒你就知啦，成堆人喺我面前跑步啦。我好惊啊！啱經過咗我哋個手機啦，咁好有活力嘅，好有活力嘅。咁我突然間諗起，除咗你話我哋命理上面啦，好多時候都會問啊，應唔應該同人合作呢？但好多時候我哋特別香港人啦，其實我自己覺得係少咗同人合作，甚至乎係新一代或者以前我哋自己嗰代都好啦，係開始減弱緊同人合作嘅能力。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哋嘅 training 上面咧，好多時候都係自己一個去做。但我見到可能因為我哋日本打排球特別多啦，棒球特別多啦，咁我哋香港我知道細個而家嗰啲有，我哋嗰代冇噶嘛。咁例如我細個中意踢波嘅，踢波嚟踢開個位你就你永遠都係踢嗰個位。咁你踢嗰位冇問題，可能你踢後衞最叻，踢前鋒最叻，你都係你都話、我都合作緊啦，我同成隊波合作緊啦。但你唔會體驗到唔同崗位嘅一個諗法。咁例如但係棒球唔同啊嘛，同排球一樣，你要係不停轉緊你嘅崗位噶嘛，即可能你一樣嘢好叻，但你必須要學識喺第二個角度，你都要識得做同一樣嘢，即係你要識得做前面嘅事情，要識得做後勤咯。咁呢個喺命理上面，我相信 Michelle 你都有啲嘢類似嘅，可以分享俾大家聽喎。係啊，即係譬如我哋去學姓名學啦，跟老師，咁咧喺姓名學裏邊咧，我哋咧就會行九年一次嘅運嘅，循環咁啦。嗱，譬如我哋十天干咁啊，十年一次啦。十二地支咧就十二年一次啦。但係我哋姓名學咧就行九年一次嘅。OK。咁咧喺嗰九年嘅運裏邊咧，就係都係一個 cycle 啦。咁我哋咧就由自己獨當一面，發揮自己嘅潛能，一路去，跟住咧就需要咧去到某一個時間咧就係、是。盡量自己咧就做 leadership， 跟住咧就配合身邊嘅人，就借助身邊人嘅能力，直至到係直情自己唔需要出力，而人哋咧就人脈用人脈去幫你做。OK， 好啦，人脈幫你做完之後咧，跟住你就發覺，咦啊，原來人哋真係有好多嘢係我冇或者幫到我嘅喎，於是咧就再將自己嗰套。再融合人哋攞翻嚟嘅經驗之後咧，就再創一套自己進化。另外第二個 cycle 就係第二一個獨當一面啦。呢個就係個進化啦。OK， 咁咧跟住自己又再發揮就更上一層樓咯。咁就循環不息。咁例如譬如好似我自己咁啦，由細到大我都比較，可能我係屋企最大嗰個啦，有細佬妹啦。咁變咗好多嘢我都中意獨立或者自己話事嘅。咁同埋唔中意靠人啊，好多時咁變咗咧就由細到大咧就係成日諗自己點樣可以做好啲咧，優秀啲咧，淨係專注咧喺自己係咁跑係咁跑，但係就冇留意到咧身邊咧其實有好多資源咧已經喺度，我冇用到。咁當你好運嘅時候就梗係冇問題啦，但係唔好運嘅時候咧，如果你都唔識得借助身邊人嘅力咧。自己就會好辛苦啦，同埋覺得哎呀，點解即係自己好似力不從心咁咧？原來嗰個宇宙咧係嗰個 cycle， 就係要你去到某一個時刻，你就要明五行裏面你係要同其他四行合作，周圍嘅人合作，你借助到個力咧，你先至可以叫進化到再去第二個層次咯。明白，明白。咁但係當然有一啲人咧，由細到大都好依賴嘅。是 OK， 咁佢成日都依賴或者群腳仔，咁佢從來都冇諗過獨當一面嘅。咁但係因為每人都有依個 cycle 噶嘛，你總會遇到呢啲事情咧。總會遇到係點咧？係要佢自己解決問題嘅時候，咁就逼佢要發揮自己嘅潛能。咁如果個天係做到成個環境，要逼你去改變咧，係辛苦嘅。
但如果我哋讀咗姓名學之後才知道，哦，原來自己都有無限可能，自己都可以讀多面，在啱嘅時候在那度發力咧，自己都會有收穫咯。咁所以無論你係中意獨自一個人去發展嘅，或者你中意群體生活或者依賴都好啦，每邊都要平衡，係，都係講陰陽，每邊都要學習點樣同人合作。當然啦，我覺得咁。另外就係、是，亦都係點解我哋要學命理咧？就係、是、好多時候就係你知進退啊嘛，你知幾時係你要靠自己，幾時你靠自己個收成都未必係會係豐盛嘅。咁我就更加要同人合作啦。即係我哋要知道，喂、哎，嗰幾年你真係要同人合作嘅喎，借力嘅喎。咁你就要去做咯。否則嚟講就係、是，喂，我不嬲呢，即係好多人都會諗，我哋可能都有一個年紀啦，就諗以前我套方法不嬲都 work 㗎啦。點解突然之間你話我唔 work 啫？係。咁可能真係個運過咗，或者個運到咗啦。你調轉咁樣講。係啊，唔同嘅運真係個環境，所有人對你嘅睇法唔同咗㗎。係啦，係啦。咁你就要換一套適合，你當係適合嗰個運數，適合嗰個時代，適合嗰個環境嘅能力啦。咁但係調轉，如果我哋由細個開始，我哋只係訓練咗一種能力出嚟。你冇第二種能力，其實到你要變。的時候你冇唔識變嘅咯，因為你根本冇條件去變。但係調轉細個或者係成長嘅階段，我哋唔多唔少都要培養下唔同方面嘅才能。即係打下前鋒，打下中場，打下後衞咁樣。咁到你真係要去配合嘅時候，你就會容易啲咯。但係好多時如果即係你話好似我自己都係啦，冇老師嘅提點，或者人生冇遇到人生嘅挫折或者低谷咧，其實自己係唔會覺得需要去改變嘅，係好難嘅，好難嘅。你係冇諗過，我咁多年都係咁噶啦，點解我要同人合作呢？我咁多年都係咁啦，點解我要識得利用身邊嘅人呢？你係唔明嘅，但係當你遇到咧人生一啲挑戰或者低谷嘅時候咧，你就會覺得啊，點解自己硬係做極都唔得嘅咧？個原因喺邊度呢？甚至乎譬如有些人我們說借力就是有上下層嘛，下層是一件事也都有上層的、啊、有些人很有趣的就硬是呢都不喜歡自己上司啦，不喜歡自己父母啦、很多事情都 不喜歡上天給他的安排，那他們永遠都借助不到上層的力咯，少了個力咯，是啦，那你上層和下層兩個力呢其實是 很大的、力量很大的，因為你一個人是你一個人的力量而已、你十個下屬上司未必多，但是你十個下屬一百個下屬那個力量就很大。咁師姐話我哋唔係喺深山度山洞裏面修行咯，我哋喺呢個現世同人一起生活的地球那裡生活，所以我們一定要學習怎樣跟人合作，怎樣包容人家，那我們才可以拿到這個世界的豐盛。明白，非常剛你那件事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想說，那我們現在越來越多朋友，有小朋友有成很正常啦，那其實以前的人就說你想個小朋友孝順你其實不是很難的，就是你孝順你阿媽咪得咯，即係你孝順你阿媽阿爸就得噶啦。咁其實對換咗我哋工作其實一樣嘅。你鬧你啲下屬唔聽你講，咁如果你唔聽你老細講，咁你個下屬見你唔聽你老細講，自然就佢就唔聽你講，其實係好應該噶嘛。佢都係 well trained 嘅。係，咪以身作則咯，係真嘅，真人以身作則。即係而家會有咁嘅睇。因為你應該要孝順父母，或者我哋叫背嗰啲道德經乜都好，嗰個係。字眼嚟啫嘛，好意思啊！但系咧，佢真系要喺你身上睇到嗰啲嘢咧，佢先至会知咦系 work 唔 work 咧。我哋每个人每日都有唔同角色噶嘛，上司还上司啦，父母还父母，但系我哋同时间都系你仔女嚟噶嘛，同时间我哋都即系人哋下属嚟噶嘛，系咪？咁变咗究竟我哋点样去配合咧？甚至乎你话我哋喺个城市，哎呀，好似好渺小喎，但系我都系一个市民嚟噶嘛。究竟我一个普通市民，我要有咩公民责任咧？我可以做到几多嘢咧？就唔系话不停都话，哎呀，上面嗰啲唔好啊，政府唔好啊。啊！依個世界唔好啊，個國家唔好啊，即係我自己咁睇咯，係啦，即係有時諗下，自己做好咗自己嘅本分未咧？咁如果每一個獨立個體都做好自己本分咧，我諗成個城市就會好咯。咁如果你問公民教育咁啱，我而家日本啦，好現實咁講，日本嘅公民教育真係做得好，係你係。
找不到有垃圾啊，啲人好禮讓啊，即係如果公民教育，即係當然佢有好多佢唔好嘅地方啦，任何地方都有好多唔好嘅地方嘅。但如果純粹用公民教育，或者我哋以前講公德心啦，即係嗰代嚟講，佢真係做得好好，你真係欣賞，或者真係要學習。嗰一點有公民教育咧，可能大家只係一人抌少個垃圾喺條街度，條街就已經乾淨咗唔知幾多倍噶咯喎，唔使話啲清潔叔叔要做得咁辛苦啊，哇又要隨地掃煙頭啊，喂如果隨地掉煙頭係咁容易，即係咁難管治嘅，我哋喺呢度行嚟行去，周地都煙頭啦，但係真係冇噶喎，係好乾淨，真係好乾淨，每日行一步，係啊，行一步行一步咁啊，爭好遠。即係就算你話而家成日講環保，其實好多我自己都未做到啊。係啊，好多都做唔到，我都做唔到啊，真係我都做唔到啊，好多都，但係慢慢嚟咯，一步一步嚟咯，係啦，一十即係我當真係好慢啦，好慢，即係可能而家開始幾耐。大家只係識得每一個膠樽都回收，我當只係咁簡單嘅啫。我原來可能已經少咗唔知幾多垃圾噶咯喎。係啊，講開時間呢樣嘢咧，我都諗到一樣嘢。我記得咧，我中學啊，應該30多年前啦，嗰陣時讀地理啊，咁個 miss 咧就教嗱，你哋咧知唔知我哋去廁所咧一定要將個廁所蓋閂埋佢？咁咧原因咧就係、是。當你沖廁所的時候，其實很多細菌是會彈翻上嚟嘅。如果你不閂埋蓋咧，根本你自己吸很多菌，是很容易病的。30多年前咧，老師係咁教，但係一直咧，老實講都真係冇咁樣做啦，係啦，真係冇咁嘅習慣。到沙士之後，嗱而家全世界咧都冚廁所蓋啦。咁你諗下，30多年之後喎，要一個咁重創3年嘅病菌疫情喎，先意識到喎。但係呢一樣嘅 knowledge， 其實30多年前嘅老師已經教咗我哋嘅咯。係，事實係咁。係嘛？即就係咁咯，係啦。咁但係人有時又真係唔係個個叫覺醒啊，叫早啲知。你去到即係唔係去到嗰刻你就唔會做咯？係啊。即係我哋有陣時啲成日話，啲朋友成日話：哎呀，點解好似好咁多挑戰啊，咁多苦難啊，或者咁多嘢唔順啊？其實天就俾咗機會我哋去提醒我哋，喂，有冇啲嘢可以改好啲咧？啱，咁我哋今日又咁多咯喎，好啊 ，OK， 拜拜。